如果我们没有把龙拉出来的话，我们一定是要站里面一点。对对对，就两个，就你那个站位是，如果我把龙拉出来，一定是对的。变成六个吗？还有没有变数？要我无所谓啦，我无所谓。我在想，我觉得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跟上路应该没有太大关系。这盘上路是谁来？应该不会有区别，可能中下吧。中路工具人配下路的。那你们中野就双排一下，我去。有需要再叫我先撤。啊，不，拜不，拜不拜不，拜拜。只能说拜拜。才练第一天而已，怎么就濒临解散了、啊，师傅？怎么有个肥宅把 Never 底线 Losers 在这边吃东西啊？三分钟就他两分钟就打散了，他两分钟再打就打散了。他都对着打，我先看。一口奶茶，一口凉面，阿胜，你这个减肥减得很快乐哎。Ski， 哎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蛮夸张的哎。哎、欸，这幸灾乐祸还在那边看跳舞啊？没有，靠腰啊，这。这游戏又不开关上路的事情是要怎么样？我的天，我没有想过打军校会被三零，我也没想过对面这个我们会输哎，我没有想过，我也没想过上二一八八竟然跟我一样，没道理啊！做上二一八八应该会赢一场，不是啊？你也没在玩游戏啊，还二一八八嘞？好，那什么也没办法，那就玩不到上路就玩不到游戏是样怎么样？奇怪嘞。现不是还会在这边吗？然后跟你下一局、啊、还在这边啊。然后这波我推完就过去啊。他满血杀不了啊，靠腰，那就是坦克骑才烂啊。啊，对啊，配坦克骑怎么可能塔杀了、啊？他五等、欸，我觉得是全部的队友都换掉了。那你一天多打几把喽，好不好啊？现在不是说我二十把，你二十把吗？一个礼拜练二十把，有啊，我都有练啊，我开直播的时候都有打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没开直播有打吗？我没开直播的时候，没开直播的时候不打吧？没开直播打手枪哦。有开台的时候，有开台我打喽啊！开台我打喽、啊。六月十一，好，我先看六月十一，你打了几把？一直打，不要这样子看啊！两百 AIN， 三百 AIN， 好啦，打三百 AIN， 六月十五号就要打 AIN 了，我六月十一号当然打 AIN 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峡谷还那么久，六个小时玩四百 AIN。不是啦，六个小时玩四百 AIN， 那我在干嘛？怎么可能？有的时候看看影片啊，休休息啊，对不对？六月二号来上个金，不是啦，六月二号那个，有的时候不一定要那样子。一天都没打。好的啦，有的时候有影片，大家是先以服务观众为主嘛。这样看我打咯，对不对？我一打咯，我们就坐在那边刷输一点，你叫我叫那个。我一个礼拜打了一百多把。好啦，会啦，现在开始好不好？好啦，没有问题啦。哎，好了，继续看。所以你为什么被单杀啊？他、啊、靠腰，他卡六级，那个很鸡巴。你也六级了、啊？他六级，那个六级比我的六级厉害啊！那、欸、对面这辅助在干嘛、啊？这海科是哪些障碍？但为什么打这种都能输啦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没有怎么样吧？游戏塞不是啦、啊，为什么这个要 Q 闪呐、啊？直接 A， 然后能打到死 W 再抬出去就好了，干嘛这么急啊？大家怎么都不讲啊？沟通啊！你大家要讲啊！哎、欸，不是你给你意见好不好？我们这边三个人不是两个人，你去讲个话吧。啊，没有，我们意见就是那个金龙说他打野比 Apex 强啊，所以换他打野。你搞为什么不 A 啊？就这么急干嘛闪现呢、啊？我这看得很糟、欸。你说这个辅助是不是？阿胜，军下哥来了，军下哥在哪里？好啦，拉他过来，妈让他过来检讨，操你妈！把军下哥拉进来，把军下哥拉进来，把军下哥拉，谁有了军下哥 DC？ 不是啦，帮忙检讨一下，帮忙检讨一下，好像检讨不出个鸡巴来。哎、欸，有了。我就解散比较快，好不好？解散比较快。没有啦，那对啦，军校，你可不可以打我们上打小的一点呢？把把都单杀，我们上怎么玩呢、啊？没有，这把把都单杀，好不好？单杀一次而已，何必呢？那黄金拿上去也不是一样。那又是怎么样、啊？你不要这样，不是啦，啊，人家又这样都没有抬到嘛。这个 W 就真的有点过分了，W 真的有点过分了。好啦，那旭旭这边。这边辅助你要怎么帮他说？
这边辅助怎么又失误了吗？就解散了，反正是我的问题了。不是啦，我觉得点呢、欸，我觉得点没有必要啦。这波最大的问题就是右下的胖子还在旁边吃凉面喝奶茶吸毒。有小 B 的时候再发来叫我。小 B。小 B 谁啊？不认识了。小 B 已经跟其他人一起，整天打炮的人，不用在那边讲小 B 了。讲话了啦！你们都选择用上路去牺牲了，你们就下面要赢嘛。啊，下路没赢啊，那下路蛮不了、啊。那上路牺牲，下路没赢，那就放推啊，不然怎么玩？也都一直节奏都错了，当然会输啊，怎么赢啊？平常我在黎明就是那个选波比高阿塔下那个。然后就赢了。干黎明那个打野是不是永远只会上开往下刷，永远不来上？干你娘！对对不对？那打野永远只会上开，哎，帮我开红，开红之后他妈往下刷全刷，你娘嘞！我都往下打，上尾蛇的时候干你娘就越上。妈的，只要选个二就好了，真的。妈的，每次都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上路不要选那些短射，又忘了弹甲，对不对？妈的，每次他妈黎明上那个打野还不是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觉得一天差不多像一天20把哎。他先失败，突然没有我啦，老哥，你跟我一起吗？你宝贝一起，就不是上路的问题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开小号跟你双排，就不是上路的问题。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现在小号我双排是不了的，一个月玩不到十把，也不是上路。好啦，那要的有人要跟我玩嘛？奇怪，有的时候要开直播，有的时候要健身，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嘛。去看 APP， 你一个礼拜手机玩多少时间？好啦，猫咪大战争晚一点好不好？猫咪大战争那个不需要花多少时间，那个一天几个小时，投案率就没了。来，我来看一个，没有一天20把猫咪大战争。没有，猫咪大战争那个按一按就没了，统帅力就没了，很快啦。来，我开直播看你先打几把，我等下我。不是啦，没有必要这样子啦。刚刚就说了，猫咪大战争有时候打一打，奶上精英一天一把都没完。没有啦，何必这样子讲话呢？来，看我直播，看你打几把，靠你啊！我看你没打几把。我觉得你打的还算多吧，你一个月打了。反正40把左右，对吗？不错嘛，怎么可能40把？你原来40把，四十把到这边40把，真的对啦，30把到40把，对啊，还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何必呢 ？OK， 我2天就玩30把了，没有啦，他都是有在玩，慢慢玩啊，对不对？看你 AI 打几把，看你 AI 打几把，看到你吗？我看一下 ，AI 练比较多啊 ，AI 练比较多啦，20、40、60，看起来也还好，80。100、120，你 AIN 一个月打120把、欸哦，原来你是在认真玩 AIN 啊？对啊，我 AIN 有学习嘛，对不对 ？AIN 胜率是负的、欸，好难呐 ！AIN 那个胜率是负的，那还在那个练角色嘛，何必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三个互相好不好？互相每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至少打个100把，真的。一个月至少100把，100把，我一个礼拜就打100把。一个礼拜100把，好，我们三个互相制约好不好？每天早上不用啦，你这么忙，你不用100啦，没60把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三个拉一个群组，每天早上起来标。